我给你看，有一只狗。我把它的零食夹在这里，看到了吗？自己拿。耍脾气呢？不行，不能跑那里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看白鼠，怎么办？去哪吃？去哪？你捅戳我身上也没有用啊！我这样会不会太坏？咬错线了，哦，不是咬线了。恭喜你成功了！我直接拿到最远的地方吃。